金蜘蛛啊，掌柜的！掌柜的，金蜘蛛！子凡，子凡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哎，掌柜的，子凡，我不行了，快，你们快送我吧！不，掌柜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 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子凡，这次的事情，贤达脱不了干系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，我求你放他一马。 你能答应我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子凡，我真没想到，我最后的时刻会是你陪在我身边，真好，真。掌柜的。 秦二小姐，外面有个当兵的想见你。当兵的，是不是脸上有道疤？是。好。谢谢。啊，王副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又集了几个老将军当年的部下。 跟他们说了事实的真相，他们非常想见你。他们在哪儿？都在军营里。你现在就跟我一起过去。可是爵士他现在不在，我得等他回来告诉他一声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只要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，今晚我们就带部同而去。今晚就动手？嗯，今天晚上是最好的动手时机。 好，我跟你去。走。你把他们约到军营，不怕童二群知道吗？越是危险的地方，越安全。走吧。请。 诸位，这位就是秦将军的女儿。这几位都是当年追随老将军的将领。你和我说的事儿，我也已经查出了一些眉目。童二泉当初的确是按兵不动，害死了你父亲。他们也都受到了蒙蔽。我早跟你说过，我说的全都是事实。现在我们要搞清楚，你究竟是不是秦将军的女儿？ 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尽管问。那您的母亲叫什么名字？叶云英。秦将军当年的番号是什么？北洋政协21师。秦将军爱抽哪种香烟？我父亲从来不抽烟。童二泉当年杀死秦将军，除了王副官，你还告诉过谁？ 古青生爵士，没有别人了吗？没有了。嗯，既然已经验明正身了，那就。
动手吧。你们还等什么？快点抓住这个凶手。原来秦儿小姐还真是那个老东西的女儿啊，怪不得你想在靶场杀死我。你跟古青生倒真是天生的一对儿，要不是绝世阻止，我早就杀了你。可惜啊，你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们真是一丘之貉，刚才的戏演得真不错。其实他们也没有完全说谎，他们当年的确是你老子手下的重要人物，你想想，如果没有他们支持的话，我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军队吗？姓王的，枉我对你一片信任，没想到你也是童二全的狗。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。你只知道你父亲出事儿那天我不在军营里，可你却不知道我当时到哪儿去了。他的确不在军中，他在敌人的军中，就是他带着对方的部队包围了你老子的驻地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想不到我和我爹都被你给骗了。老天爷，你真是瞎了眼了。是你自己瞎了眼，一定要往枪口上撞，我们又怎么样？你杀了我吧。刑宁国的，你一定会死得比刑宁国还惨，绝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笑什么？绝世正在下面等着你。你把绝世怎么了？你自己去问他们。报告，情况怎么样？武天龙和手下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，但是没有发现古青生和毕老三的尸体。什么？我已经派人去追了。废物！你们杀武天龙有什么用啊？老子毙了你！童二全，你还是杀不了绝世，是不是？你永远也杀不了他。但是我可以先杀了你。将军，杀不得。为什么？留着他，就不怕抓不到古青生。有道理。
先生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是我害死了掌柜的，是我害死了他。先生，我们走吧。你现在很危险，吴二全在到处抓你，你放开我，我要找秦儿。不，先生，你不能听。放开我。先生，这次我不能听你的，我不能，不能看着程子凡去送死。快点走。二少爷，我爹回来没有？老爷昨晚一宿都没回来。一夜都没回来？是。黄包车。我爹龙虎，快。找到古青生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我想他大概已经离开北平了。派人去找，一直找下去，直到找到为止。找到之后呢？随你们怎么办，但我一定要见到他的尸体。明白。等等，派人盯着爵士府，但不要穿军装。是。大娘，不好意思，麻烦我问一下，这里昨晚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昨天晚上可吓人了，来了一群当兵的和宅子里的人火拼，这枪啊响了一个多时辰。今天早晨从院子里抬出来的死人不知道有多少啊。
死人啊！这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谁知道呢？这五爷平时可是大好人，说没就没了，你说。这是军营禁地，干什么？我要见屯垦总督童二全。总督认识您？认识啊。报告，有个叫苏秦拿的要见您，还说跟您认识。下去吧。我爹在哪儿？你爹在哪儿？你为什么要质问我呀？武天龙府的事儿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爹昨晚也去那儿了。哎，贤达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贤达，你放心，昨天在清点尸体的时候，并没有找到你爹。当初你告诉我，说不会死人的，可是你把堆穗堂的伙计全给杀了，就连武天龙府，也一个活口都不剩。现在我爹也生死未卜。我还想告诉你，我们俩的处境现在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不先下手为强的话，后患无穷。如果当初我知道你会下如此狠手的话，说什么我也不会帮你的。贤南啊，是你自己答应我的，又不是我要逼你。童二全，如果我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卖报卖报，爆炸消息爆炸消息，堆穗堂货物抢劫杀人案，匪首武天龙拒捕被击毙，大家来看报啊，五爷死了。内幕消息，内幕消息，古爵士与武天龙一起被拒捕，卖报，古爵士他神秘消失，有通匪嫌疑，大家快来买报啊！卖报啦，卖报啦！先生，我弄了些好吃的，都是您喜欢的。凡哥，你坐下来陪我喝两杯。嗯，好。先生，你不喝就能让掌柜的起死回生吗？不如多喝点，就把什么都忘了。先生，苏掌柜大仇未报，你在这喝死，你对得起他吗？报仇，我就是因为被报仇冲昏了头，才害死了苏掌柜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。苏掌柜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还有五爷都是被我害死的，都是被程子凡害死的。那是童二全的错，你应该找童二全讨回血债。我连自己的恩人都保护不了，我是个废人。你不是。程子凡根本就没有本事，他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，还说什么讨回血债。顾青生是手眼通天、富可敌国的英国爵士，他心思缜密，头脑冷静，永远自信的复仇者。
行巨头金庆生，用法律把北平最高法院的院长送上了断头台，所以他一定能用自己的办法去战胜军阀佟二权。可他却在醉生梦死。先生，秦儿还生死未卜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林氏先生，出了什么事了？你马上去叫我们的司机，我要出去。是。义武、啊，娘，做什么工作呢？这么认真？没什么。那为什么要藏起来啊？没有啊。我看完了，上面怎么说？都是一些小道消息。给我看看。哎，真没什么好看的。给娘看看，拿来。真没什么好看的。给我。古爵士失踪了。报上是怎么说的？是你逼干的，是。哎呀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是你逼。你没事吧？哼，钟主先生。我以大英帝国驻华领事的名义，要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袭击吴先生的家？有人看到武天龙的手下持枪杀人，告到我这里来了。我派兵抓过来审问，不可以吗？那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枪战？武天龙手底下人持枪拒捕，我的人当然要反击。这是你们政府的事情，但是古新城爵士怎么会被牵连进去呢？林氏先生，我还想问你，你们这个伯爵怎么会跟一方匪首武天龙搅在一块儿？中都先生，你和你的军队在外面执行命令的时候，完全不会考虑伤及无辜吗？没有什么无辜。武天龙府所有人持枪与政府军发生冲突，我倒想请问一下领事先生，你们这个伯爵为什么要跟土匪勾结在一起与政府军队对抗？这不可能。我的很多士兵都看到了，我有的是证人。爵士在哪里？我要亲自问他。领事先生，我也一直在找他，如果他心里没有鬼的话，他为什么一直不敢露面？宗主先生，你说话要负责任，我会把这件事调查清楚的。那就悉听尊便吧。请。爵士听说堆翠堂的货物被劫，就去了吴老爷家里，一直没回来。没有。那毕三哥呢？三爷那边去了堆翠堂，也再没有回来。堆翠堂？
对。那您看这个，您看这字，这个颜色我喜欢。哎、对，您看这字，关键的是什么呢？贤达，你爹在家吗？便宜啊，对，您看您看这，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我还想知道他去哪儿了呢。你不知道吗？我爹和古爵士一起失踪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回去问你们家佟二全吧。贤达，古爵士失踪的事情你知道真相对不对？你听我说，佟二全做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赶快告诉我，至少我们还可以商量，想个对策。这个给我来多一点，十匹。佟二全，让我骗爵士去天龙府的。果然是这样。顾爵士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可以和佟二全一起害他呢？宁姐，是佟二全害我的，他根本就没告诉我他要干什么。那苏掌柜还有古爵士，他们怎么会一起失踪的？我爹知道我在帮佟二全做事，就去了五天龙府了。他都没回来过吗？没有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怎么了？古天龙持刀抢劫，我派兵去剿匪，就这么回事，就这么简单，怎么了？你派兵剿灭吴天龙我不管，但是古爵士他人呢？苏掌柜他人呢？你干嘛问我这个？我答应不与程子凡为敌，但我没有答应做他的保镖。他们有苏掌柜，他们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别再演戏了，苏贤达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是你要他骗古爵士去找吴天龙的。你派兵袭击吴天龙府，你根本不是为了剿匪，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杀程子凡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是要杀他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我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义武，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奔走，我赔尽了笑脸，说尽了好话，就是为了要息事宁人。可是我现在居然闹到了这个结果。关明英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？是，我是太天真了。佟二全，我原本以为你算得上是一个好人。哼，你明明答应我不再与程子凡为敌，可是你却出尔反尔。你不但欺骗我，也欺骗程子凡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看错的不是我，是程子凡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他？难道你还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成？你不要以为程子凡是什么正人君子，
他明地里答应不找我报仇的，暗地里却找那个秦儿来策反王副官。如果不是王副官对我忠诚的话，不知道我是怎么死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程子凡根本没有叫放过你，他骗了你，也骗了我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程子凡不是这种人，他不会骗我，我不相信。好好好好，你宁可相信程子凡，也不会相信照顾你十几年的丈夫。你们真是旧情难忘。你胡说。我说错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你生病的时候他连夜送药到医院，他出事的时候你竭力去帮他，谁知道你们俩背着我又做了什么。童二全，你无耻。起码没出去找野女的。娘。爹，这么晚了你们吵什么呀？问你娘去。娘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娘，娘，娘，开门啊娘。娘。爹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你什么事儿，睡觉去吧。怎么没我的事儿啊？你们是我的父母，这是我的家。咱们家快被别人给毁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别问这么多了，该你知道的时候自然你就会知道的。先生，太阳起起落落，周而复始，人有悲欢离合，生离死别，人活着幸福，所以就该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心愿。先生，这才是先生。娘，娘。天没亮带着行李就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夫人没说。你怎么不问呢？主人的事不能问。爹。哎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我娘不见了。什么？她可能离家出走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我今天早晨去你们房间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这照理说，他应该没什么地方可去，应该走得不远。可是，他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和东西都带走了。义武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先回家等着，我马上派人去找啊。先回去吧，啊。先回去吧。外面有一个女施主要求见，请她进来吧。是。女施主，你为何而来？师父，我想削发为尼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厌倦了尘世的尔虞我诈，冤冤相报，还有勾心斗角，所以你就想找一块净土来躲开这些东西。女施主，恕我直言，这世上除了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，还有这真诚和善良，还有这牵挂你的人、眷恋你的人，还有需要你的人，这些你都舍得下吗？施主，恕老尼直言，我看你是被一时之气恨蒙蔽了眼睛，只看见黑暗，却没有看见光明。你尘缘未了，不该一意孤行啊。可是，我实在不想再牵扯那些残酷的斗争，我也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生活，跟我亲近的人，跟我爱的人，他们都在骗我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真诚和善良。这样吧，你先在这儿住下，待发修行三个月，期满之后，你若仍不改初衷，老尼为你削发剃度。谢谢师父。是该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好好理一理了。是啊，这些事儿我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。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童二全已经明确地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所以他才会不顾后果出手，丝毫不留余地。不，他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，这次行动他做了周密的部署。哦，他先是派人假扮土匪，抢劫了堆翠堂的货物，然后又故意留下一个活口和天龙令，作为他下一步行动的口实。然后呢？根据苏掌柜所说，苏贤达与他早有交易。很显然，苏贤达将我与五爷的关系告诉了他，他让苏贤达将天龙令送来，求我出面解决此事，我自然不会推脱。那他的目的就是将先生引到五师叔府上，然后再以剿匪为名血洗五爷府邸，把我们一网打尽。这可真是用心良苦啊。不仅仅是用心良苦，而且做得天衣无缝。如果他成功了，我和五爷都死无对证。然后若有人追究起来，那么他就会找一个古青生通匪拒捕的说辞，随便搪塞过去。先生，他明明知道你已经放过他了，
为什么还要下此毒手？第一，在他认为，我始终对他是有威胁的，不管是性命还是跟关美英的关系。第二，他答应关美英不再与我为敌，况且他也知道我要离开北平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对他毫无防备。可是先生，如果当时您没去五爷府上，而是派我去，他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他一定是派人早就监视爵士府了。如果真的是你去见五爷，至少他就达到了把你从我的身边调走的目的。他就会派人继续假扮成五爷的人袭击爵士府，到时候这就变成了一场仇杀，账还是记在了五爷的头上。童二全果然歹毒。是啊，他的确是个危险的对手。先生，那晴儿岂不凶多吉少？不会的，恰恰相反，因为他的计划没有成功，我没有死，他得留着晴儿引我露面。那先生，您千万不能回北平。是啊，我要是回到北平，晴儿就危险了。所以三哥，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去办。就再也不见，原来人终究都